程是大概一分钟。谢谢美女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出的老年啊，不是上社直播。今天的话呢，我 get 到了很牛不的东西，和牛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恭喜你哦！你们知不知道日本三大牛肉是什么？山口牛、松阪牛、金酱牛。对，宫崎牛没有的，所以有点可惜。但是这个也是很好吃的牛肉，用这个很豪华的牛肉，我来做青椒肉丝。宫崎牛青椒、竹笋、大蒜、生姜、淀粉、蚝油、酱油、清酒、芝麻油，我来正常的做，然后最后我抽卡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学学日式青椒肉丝是怎么做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青椒的种子其实是可以吃的，所以喜欢种子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吃的切成丝丝。其实现在这个季节竹笋是非常的贵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我先切一半吧，差不多200克。现在在日本评价牛肉的制度最佳的就是 A5 的牛肉，这样的基准来决定它是怎么样的牛肉。这种什么会跟它有关的，其实啊，很健康的牛肉是全都是红色，脂肪的话白色，对，就很明显的分开。为了吃起来好吃，养牛的时候吃东西来控制的，叫做 vitamin control， 让它的肉变成这么漂亮的样子。人类是真的是自私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的话，把刚才切完的牛肉，移动到碗里，酱油和料理酒两大勺。料理酒也是日本的，对，琴酒味，不是黄酒的。对我们来说，青椒肉丝是非常非常奢侈的食物。一般的在日本的中华料理店里面，青椒肉丝的话吃用的是牛肉啊，所以还是有点贵。大蒜和生姜都切好了，准备一下调味料啊，最后撒的还是酱油两大勺，蚝油还是两大勺，我觉得有点多哎。料理酒、白糖也是。他说两大勺，还有淀粉一小勺，开始炒。那首先芝麻油两大勺，先放大蒜和生姜，好香啊！好，那接下来放宫崎牛，呀，好香！只是我切的还是有点粗，比起日式青椒肉丝。粗了太多，太粗了，我忍不住呀。青椒和竹笋，好，我看着情况，青椒放熟了就差不多可以加这个调味料哦。先放啊，一大勺，三大勺看看吧，还要加一次吧。然后加淀粉，肉结实了，做好了。香的不得了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来了，啊，抽卡时间，我可以吃几口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。好，三二一，我能吃几次呢？第一口，没这么美。这个牛肉非常的好吃啊！Hey guys, do you try it? Yes, sure. Thank you. Japanese Chinese food. Thank you so much. It looks amazing. Thank you. It's really nice. Okay.
Wagyu. Wagyu? Mm-hmm. Yes, yes. And is it? Bamboo? Bamboo, yes. Yeah, yeah. Piman? Mm. This is really nice. Have you never eat? Oh. Mm. What? No? Mm. This exact dish? I don't know, maybe not. Mm-hmm. What type of like flavor is it? Flavor is like oyster, soy sauce. Mm-hmm. Oishii. Yokatta.良いことをしたはずなのに悲しいのはなぜか。良いことをしたはずなのに悲しいのはなぜか。